市长跟孙泽甲市员蔡秋兰、蔡素秋金甲单调来服务处的秘书甲家里兴的郑兴江的主位顶人合唱着《关岭之恋》，为102年二丢杯歌唱比赛家里区初赛解开着序幕，欢乐轻快的歌声，和大咖的选手嘛对来拍捧啊。二场杯歌唱比赛，台北地区的初赛进入了第四场，19号暗时伫嘉义乡的郑兴江来举行。伫辖区内议员人到场来参与勉励的选手，并且全程来参与。咱有一个真好的这个休闲，而且活动就是唱歌啦吼。咱规个关节合并了，咱为着要提倡咱规个台南歌唱的这个风气啦吼。所以呢，由咱各区的这个电视台吼来主办东区的这个比赛。人讲以歌会友啦吼，所以讲吼，阮议长、甲副议长以及阮这议员吼，诶讨论下吼，讲啊来办这個歌唱，实在对地方是一种娱乐吼，啊嘛要让咱这好朋友有机会以歌会友来结交我一挂好朋友吼，啊咱心情若郁卒吼，啊心情若无爽快时，唱一个歌娱乐一下，嘛会当让咱家己纾解压力啦吼。首先要来感谢咱的议长啊，凭这个议长杯啊，这个歌唱比赛200万啊，当然嘛是爱阮56个议员啊来同意啊，通过这个预算，还会当办这各区的议长杯啊，这个歌唱比赛。咱即马已经走入这个文明的这个社会，甲这个文明病的社会，唯一会当唱歌。来解脱咱心内痛苦。嘉义区的初赛选手的歌唱实力，人伫水准之上，不管是台语还是国语，大家人充分表现了实力。是你予我的思念。歌唱有实力之歌，选手的服装嘛无凊彩，不管是正兄弟的瓦萨比的青色的燕尾西装，还是旗袍，拢是为比赛加分不少。二场杯的嘉义区初赛来自着嘉义西港这个三区选手将近50位，而最后选出着前3名甲最佳造型甲最佳台风，由着出色的员来进行着颁奖。初赛结算的选手嘛将参加着11月30号伫满岛台天府的复赛。而二场杯后一场的初赛将伫11月22号伫客家组织将欢迎乡亲到场为选手来加油。南天新闻综合报道。